Hello Hello， 又是教学篇的时间啦。今次教的 Apps 咧叫做百度网盘啊。咁今次我就示范喺淘宝买一啲电影啦或者卡通啦嗰个方法嘅。大家绝对估唔到原来咁好用啊！不过咧就需要一个大陆电话登记个账户噶吓。咁喺呢一个淘宝咧，我都揾翻好多香港绝版嘅卡通，仲要系讲广东话嘅添。首先这个软件呢都要俾钱嘅，咁但係呢就唔算好贵，同埋佢可以做到嘅嘢呢绝对值呢一个价钱嘅。有时想睇返一啲旧嘅戏係广东话，其实有时你俾钱你都搵唔到啊，但係竟然喺淘宝又搵得到喎。咁首先啦，而家科技发达，你想睇乜嘢电影啊卡通，其实你只要打佢个名，即係 Google 打佢个名，跟住咁线上看，基本上呢你都搵得到㗎啦。就算是一些 Muffix 啊 Muppets 啊那一类型的电影呢，其实你就算这样打线上看呢都很大机会找得到的。但是这类型的网站呢，很多时候你今次看到下次看到再过两三个月呢又不见了的了。所以最好的方法都是 download 下来或者储存了在一个云端上面呢就会比较方便。咁呢个百度网盘呢都係嗰句啦，咁就要用大陆电话去做注册嘅。不过而家问人借个大陆电话又唔难嘅。而本身呢个百度网盘呢，首次购买一啲 VIP 会员呢就非常之优惠嘅，所以大家真係要睇清楚第一次买边一个 plan 啦。我就每季每季买嘅，大约70多蚊啦。咁我都开咗年几㗎啦。咁大家只要喺淘宝打返粤语卡通啦，我做呢个示范系。大家只要打其他粤语嘅一啲字眼啦，或者你想睇嘅戏啦，相信你就会揾到你想揾嘅嘢㗎啦。咁我呢度就唔讲咁明显啦，明嘅就明啦。咁卡通方面呢，佢有好多呢係真係而家已经绝迹晒冇晒㗎啦。我自己喺呢度呢都揾返好多以前嘅卡通片，最特别嘅呢就是佢而家好多都是重制版添嘅，有啲是你以前细个睇嘅时候都仲系好低清嘅时代咧，佢而家已经去到 1080p 嘅画面噶啦，甚至乎更高嘅 4K。但系呢啲重制版咧，越靓嘅画质就越高嘅价钱嘅，咁自己去衡量一下啦。我自己又觉得 1080p 已经好足够，已经好靓噶啦。咁无论係金田一啦、龙珠啦、圣斗士啦，呢啲全部你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嘅。而喺淘宝上面买咗呢，佢唔会发货嘅，係冇嘢发货嘅，佢只係发一条 link 俾你，同埋一个密码。大家就算用手机啦、iPhone 啦、Android 啦或者电脑都好啦，你都可以直接揿入条 link 度，可以即时睇又得，或者即时下载落嚟都得。绝对是一个寻宝的好地方，你亦都估唔到有咁多嘅。咁当然啦，而家大家睇緊嘅 YouTube 其实都有好多你想打粤语电影、粤语卡通已经非常之多㗎啦。但係呢总有一啲你揾唔到或者你好想揾返呢，我相信淘宝呢就绝对帮到你。同埋我呢个示范系一啲卡通片啫。咁但係如果你打例如电子书嘅一啲 file 啊，一啲漫画啊，其实淘宝一样找得到的，而它下载下来的方法最大路呢都一定是这个百度网盘。其实大家如果在旋转拍卖找一下呢，很多人做生意都是用这个方式卖回给你的。那提供了这个方法，希望大家自己可以自己找、自己买、自己看啦，也都悭回不少。同埋百度网盘的 plan 呢，除了可以方便你下载淘宝的这些 link 之外呢，佢仲有一啲雲端你可以擺上去嘅，咁你自己選擇啦。咁淘寶呢啲賣家呢，有啲可能係俾50-60蚊就已經係佢所有電影你都可以睇到嘅，或者我而家畫面上面咁樣，我單買一套3.8咁樣就可以買到一套㗎啦。買完之後有條 link 啦，你撳入去佢就會自己跳落去百度網盤呢個畫面啦。咁你只要撈一陣嘅話呢，佢就會跳入去你頭先嗰條 link 入面嘅內容嘅。咁虽然佢好多时都可能淨係寫粤语啊咁样啦，你好似我而家买呢一个咁样，其实佢日语粤语都会有，甚至乎漫画版都喺入面嘅。价钱就係3.8人民币啦，对于我嚟讲我就觉得价钱都係其次啊，有一啲係我想搵搵唔返嘅嘢。咁就希望用呢条片就可以帮到大家搵返一啲想搵嘅戏啦。
有时真系想揾都揾唔到噶。咁大家都见到啦，一套戏可以系三G 几或者接近两G 啦，所以个画质都唔会太差嘅，仲可以支援呢个线上看嘅功能嘅。咁你可以 download 落嚟又得，直接喺网上面睇都可以。咁呢段片主要就教大家睇电影啫。咁就如果系电子书啦，如果大家有留意我之前我有部手提电话系可以睇电子书嘅界面，有啲系彩色嘅电子书咧，即系其实都系漫画啦，喺电子书上面睇漫画啦。咁其实我都系淘宝买嘅啫，都系用呢个方法 download 落嚟，跟住就可以摆落电子书或者电话入边睇啦，都非常方便。咁呢个教学就简简单单，因为绝对唔复杂嘅，即系话俾你听有呢个途径可以做到嘅啫。咁希望帮到大家啦。但系大家有啲咩问题都可以留言话俾我听嘅。咁我希望尽量可以我识嘅嘢可以教到大家啦吓。咁就呢段就去到呢度啦，多谢晒，拜拜。